哦，好吧，而且我现在是省钱想他的。而且他一直说，我的房东一直说，我的电费会飙那么快，就是因为除湿机一直运转。说什么十一安培，很什么，很耗电。我房东跟我讲的，他说什么啊，你这个十一安培什么微波炉才十什么十安培什么的，他这样跟我讲，我不知道。